家人们，是不是不是？阿美，怎么会？小小，王菲他们呢？怎么会到这儿来的？你在？那边家人们，你怎么？我都知道你在这个。要为你口水。我的天哪！啊？要？你怎么到这儿来的？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？那个。哎，王菲他们呢？我刚刚直播，我外面接电话，接电话是吧？他不是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我刚直播，我看到了呀，我跟着他。那你也应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呀？谁告诉你的啊？你是不是跟踪我们呢？你不要搞，就是让我知道嘛，那个王。你们你不是要找王菲哥吗？你不是找王菲吗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他去哪里了？家人们，等一下，王菲哥会来的，等一下。你信不信躲你哎，你那些呢啊？你的结巴兄弟都去哪儿了？你的结巴兄弟呢？结巴兄弟你不是有结巴兄弟吗？结巴兄弟你就你一会儿王菲哥来了，我跟你说不要管了嘛，我有找他。不是你找王菲有什么事？你不怕他？你要干嘛啊？你干嘛？我来找你有什么？来了，看看去那里，吃一点饭。吃一点饭是不是？啊，你找王飞哥就是为了吃饭吗？啊。你找王飞哥。走嘛走嘛，这个地方有点吵呀，走。我们怕他想找我干嘛嘛？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顾北少不要乱打其他的字啊。顾北少不要乱打其他的字。哎，那个，嫂子，我们下班了啊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嗯，哎，包包，要不然给你洗洗。哦，东西带走。哎，那阿梅，把这个东西收一下。你收吧。嗯，把它收走，带走。把这个打开了的那一盒，带回去了，那一盒就不发了。走，去车上说。这个衣服就是那天你不给钱，然后穿起跑的那一件，是不是？那天不是你送的所有人吗？你送所有人。我没说要送给你啊。你要送所有人的吗？你说。但是我没说要送给你的吗？你送所有人的话呢？那我就那个，怎么今天只有你一个人？哪一个嘛？今天只有你一个人吗？听见吗？你那些同伙哪里去了？你那些兄弟呢？我一个人来这里，请你那个叫你，刚刚叫你，你也不来嘛？你请我吃饭，你有钱吗？你不会一会儿吃完了又让我给钱吧？刚刚你没有来，所以没有去了，因为你不到的话，我们也。不能去那个东西嘛。哼，这个人奇怪的很。等一下啊！哎呀，我们就在这里说了嘛，你要干嘛？啊？你要干嘛？我先打个电话一下。你打什么电话？我先打个电话跟我朋友一下。哼，打电话叫人，没事你随便叫来。姐，我们这边把一会儿我们公司的那个男同事全部叫过来啊。你叫人，你能叫得到干嘛？没事没事，让他叫来，他想干什么？我们顾皮上只打哈哈两个字来，其他的不要字不要打啊，打两个字哈哈笑他，他看着我们就今天就看。你那个安杰啊，前面那一次都那个打了我的，前面那你不要乱说话，你可不要乱说话，我们是正能量的人啊。来，你打电话，你随便打来，你要干嘛？抓队长。嗯，把保安全部叫过来。不是安杰，你们现在我是想用那个我的手机留个证据嘛，不让等一会儿你们那个打我那个。啊，我们不等，我们是怎么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打人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全部没事。你这种人谁敢爱你？你这种人谁敢碰你，对不对？碰一下他就一会儿倒了，他直接倒在那里，没有三几十万起不来了。我靠，我要去华西医院住院了，对不对？
不能碰他，不能碰这种人。来，王飞哥有事吗？你有什么事儿？喂，把车开过来，把车开过来。来，事没事，让他去。你真的太搞笑了，你这个人。来来。那我的手机还给我，不送给你了。手机是以前你送给他的，是不是？手机是不是小小送给你的？拿，这衣服也是王飞哥你给他的。衣服他自己穿去跑的。但是送的已经送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不送了。不是啊，哪有送？来，咱们这边点点赞啊，咱们这边点点赞。谁让你拿着那个手机？那个皮革手机，现在小小不想送给你了，你还给人家。小小因为你现在表现的不好了，表现的不好了，不是给你送了。那我去查，这手机是我买的，反正这。没事，准备不要了，打其他的字，咱们就打哈哈两个字，笑他就行。还有打那三个字，正什么亮那三个字啊？小小的，送了东西的话，可不可以要？我就要回去。要回去的吧？因为你现在表现的不好，我都不给你，所以那个手机也要回去了，不想送给你了。回去吧。你找王菲有什么事呢？没事没事。好，来，我们车上说来，来去吧，来车上说来，这地方太吵了。哎，真的太搞笑了，娶不出个人。哎，让娶不上车来。上那边，咱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，然后顾不上打那三个字，其他的字不要了，乱七八糟的字不打了啊。来，你说你想干嘛？你不是有事找我吗？那说事呀。我说的是那个，我是想好那个请你去那个吃着饭说嘛，吃着饭就在这里说了啊，我不想吃你的饭。吃着饭说一下呢，我不想吃你的饭，你有什么事快点说。王菲啊，哦，你不是还去公司里面找人家王菲哥吗？还说人家王菲哥怂得很吗？躲着你吗？来，现在我 你找到我了吗？你是胆小鬼吗？你现在让你说你怎么不说了？这样子你回去吧。你不是一天天的在找吗？没事，阿美，你不管，咱们今天有什么事给他说完，不然免得一天天找来找去烦得很。就是要找的，你不在的时候你又一直找，现在在你在这儿了，你又不说了。来说，有什么事？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你看你的那些人就在那里看着我。还看着你啊？没事，他们不会动你，你这种人。谁敢动你一下呢？动了你一下，一会儿你倒下了，也没有上几十万，你都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我用那个手机，我一直录一个，录着视频吧。哦，你这种袭击人啊，录着视频，搞点什么证据啊，到时候可以好讹别人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是你呀？你录视频干嘛？不然等一会儿。有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就滚下去。等一会儿你那个按键，等一会儿又对我那个又对我动手动。没人对你动手动脚，谁敢对你动手动脚？你这种人对你动手动脚了，一会儿你倒下了，非要住华西医院，没有几十万你不起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的你？那个对我动的话，那我肯定要去医院里面看看嘛。动我。你放心，没人动你啊。然后你想干什么？你快点说来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我想让啊。小小，我们两个一起去吃饭吧。人家小小不想跟你去。谁要跟你去吃饭？把手机还给我。人家小小不想跟你去。小小。哎喂。小小。干什么？小小的。我们两个。把门关了哎。谁要跟你去吃饭？说你有没有事？快点。王菲啊。啊。我说的是确实，确实那个，小小也对吧？你跟小小也说一下嘛。
啊？你跟小小姨好好的说说一下马小五。我跟他小小有什么好说的吗？你快点说你想干嘛嘛？你想跟小小在一起，人家小小不喜欢你，还要说什么？那你给他好好的给他说说一下我。我跟他说个屁，我不说。他就会那个，他就是听你的话了嘛，对吧？哼，我跟他好好说，让他跟你在一起啊，想都别想。我对别人和对小小是真的是不一样嘛，对吧？我对小小的话是真的，是真的对。哎，你赶紧走啊！你没什么正事，你就赶紧走。还有呢？啊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你就是那个。但是怎么了？你在等你的那些朋友来、啊。没事，等他来，我们就在等他。你那个人。你看什么嘛？这个人。怎么？要不你回去了？啊。你回去了就不要找了。没事，非要找。别管他，没。今天是我要找他，不是他要找我来。今天我要找他了，今天他走不了了，今天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先扯清楚了，免得吵来吵去。要不我明天我们两个再一起单独一起去吃个饭嘛。现在来有什么话你现在说，我不想跟你吃饭啊，我明天没时间，明天我可能要出差了啊，到时候你又找不到我了，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说来。那个我去你那个，你现在你的这些人不怎么，你放心，我的人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你不是说我差你5W 吗？是不是？我什么时候差你5W 了？前面那些，什么。经济费还有我帮你那些嘛，对吧？你帮我什么？你帮了我什么？我前面不是帮你从帮你在我们那边的那个村，帮你去这个地方嘛，又去了那个地方嘛，你让我去干什么，我都去帮你去干的嘛，对吧？你帮我干了些什么嘛？你帮我干了什么？阿美的那个婚事也是。阿美的婚事是你解决的吗？阿美的那个婚事。不是啊，其实只有你不知道，你现在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那边催一些人问一下也可以。那个他前面不是我在那个村中说了一些很多话的话，那怎么可能轻易的，对吧？不轻易的能怎么样嘛，把他们的钱都给他们了，他还能。然后只是你不知道，只是他们好多人都在。都在问我阿美在什么地方什么的，他们没事，你告诉阿美这是你谁都知道。今天直播间几千人都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是他阿美在这个地方的话，阿美人家不知道阿美的具体位置嘛，对不对？别人家谁找阿美嘛，谁找阿美嘛。这个你那个，哎呀，你不要跟我扯那些有的没的啊。就说你想干嘛啊，说完了赶紧给我滚蛋，免得一会儿我跟你讲我也不是那么吃素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我现在是好好跟你说话，你就把那个差我那个5万块钱的给我。我什么时候差你5万块钱？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？你怎么你没钱了你去街上要饭吗？你这那个直播间有那么多人，是那个王菲他欠了我那个这个，来，谁知道？来直播间家人们啊，然后有谁知道我差他5万块钱？我需要差你5万块钱吗？那你有5万块钱吗？你王菲，你那个给我了之后，我就以后咱们都是直接咱们也见不到面了，以后咱们就对吧？咱们我也以后直接是从来也不会。去在你面前逛了，说实话，你就把我的那个5万块钱给我就
我不给你，我没有差你2块钱。你开那么大的公司真的是，我开那么大的公司，我的钱也不是大富刮来的啊，我凭什么给你们？欠人家那个，欠人家钱也给不了人家。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你不要乱说话啊！你这耍无赖耍到我头上来了，不想活了你？那个10000的话，我就算请你嘛，你给我4万就行了。那个10000的话，你太搞笑了，你这个人。真的那个，我给你100，给你100，要不要？你那个，我又不是那个，乞丐，我又不是、你现在比乞丐还要乞丐呢。要饭的，我又不是那个。来，我说我不给你了，你还能怎么办？你不给我是吧？嗯。来，我们所有人都看着他能帮我怎么样？我不给你，一分都不给。10000块钱的话，就你要让请你吃饭嘛。啊。10000块钱的，我就算请你吃饭。来，有4万。我今天就让你再眼红一下，让你再眼红一下啊！我宁愿给我直播间这些亲戚朋友们，我也不给你。来，那个刚才那个套盒，刚才那个套盒拿过来。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服那些直播间那些人又不是你现在都认识的人。来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你们看着来。你要比现实认识的。这一套套盒，这一套兰花字套盒，我们卖的是。官方零售价288，然后这一套，我们做出来的成本可能要花到1300左右，我们卖的话卖2998，今天在我直播间每一单我自己掏1000块钱给你们288，我给直播间再给10套，来，再给10套，去吧。我宁愿给我直播间这家人们，也不给你，看着让你气死。阿宝，你我真的是你那个2000多，那个2000多的你，来准备好啊，十套。王菲啊，你真的是要有，你看你有钱真的是没地方花，你偏偏。我乐意，我乐意，下班小花车10套。偏偏啊，扫在那个地上了。阿姐，你帮我拿手机。这一套套盒为什么卖的这么贵啊？这套套盒为什么卖2998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这样拿。为什么卖的这么卖到2998？我给大家看一下。你们来，我不说话啊，我说刚才说话，直播间有个夸大宣传了违规，我这次我就不说话，你们看着就行。来，倒一杯水，水呢？水没拿吗？拿了。啊，在这里。来，拿给。哎，这是一批兰花籽洗面奶，然后这批洗面奶的话跟你们普通的洗面奶不一样，这批洗面奶能有什么用？大家看一下啊，有什么用？大家看一下，你好拿着，看不到就拿着。来，这是一批普通能喝的矿泉水。